今日同大家睇康翠台，位于柴湾泰民街，发展商系房委会同埋新世界。1985年入伙，共有7座，提供2100个单位。今日睇呢间系646尺嘅三房，入门就一个长形嘅客饭厅，角落头有个侧窗，可以做到南北对啦。楼层略为低啦，但望出去景观，望翻内园都 OK 嘅，够晒开扬。之后就顺住走廊行啦，就系睡房区，两间睡房就好方正，间隔就大同小异，摆位上都相对容易摆嘅，冇乜窄个位。呢边就主人房，主人房就两个凹位，呢边嘅凹位预留咗俾衣柜位。最后尾就系一个浴室。简单执过啦，用淋浴嘅，有窗嘅，业主实况卖嘅，价钱由650减到去620，相当抵买，你哋又觉得呢？